菲律宾华侨体育协进会新当选的理事长蔡文琪是一位热爱体育的侨领，他在昨天到达台北之后，今天上午由中华全国体协的理事爱国侨领庄友雄陪同拜见了全国体协理事长李云喜和中华奥林匹克主席徐亨，他们很亲切地商谈了今后国内体育团体和华侨体育团体加强合作联系的办法。